这里是北京西郊机场，经过大约两个半小时的飞行，搭载着神舟14号航天员。我们看到地面的工作人员已经提前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的领导和成员以及三名航天员的家人也都来到了这里，一起迎接航天员的凯旋。